流吗？跑完了25公里，平均配速4.29，最后的有2公里是22:23，尝试了一下4分配，感觉累得要死，都要垮掉了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跑得太激进了，应该再慢一点。现在感觉不是很好，虽然没有太阳，但温度不低，气压很高，很闷，一跑就出汗，2公里不到就开始狂冒汗，鞋子都湿透了。明天休息一下，后天还有一个18公里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再见。